前几天大家都知道，我整蛊西西，假装是老师让西西去学校门口捡垃圾的。然后西西知道真相之后呢，他就生气了。哎，为了哄西西，然后呢，我又花了几百块钱去请他吃寿司。不行，我必须要从他们身上再把这个钱给赚回来。来，我于是呢，我就找到了一堆的这个小玩具，像魔方又不像魔方的东西，让他们解密一下啊，看我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把我那个吃寿司的钱给赚回来。乐乐，你想不想挣零花钱呀？来，看我这里有一堆的鲁班锁，如果你三分钟之内把它拼好，先把它打乱，再拼好。等我，一个。三分钟就拼好，我就可以给你20块钱。要挑战吗？等一下，一次5块钱，拿钱来。现在5块。啊，5块钱到手。来，乐乐，你先玩哪一个？这个最难的。先玩了这个是吧？好，现在把它拆。OK， 拆开了。你看这里，3分钟倒计时开始。看乐乐能不能把它拼回去。不会吧，啊，才过了半分钟已经把它拼好了。20块点。哎呀，直接赚了15块，赚了更难了。再来一个，我挑个难的给你。好，就这个吧，这个看起来就很难，先把它打乱打散。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打乱了啊。好，开始计时。不会了吧？会了。怎么那么容易呢？20多秒。赶紧给我25。啊，那好简单哦。20。我要拼。不要，算了，我不玩了。这乐乐这个家伙怎么一下子就给他解锁好了？不行，这样子再下去我就要亏本了。我现在我去找西西啊。西西，想不想挣零花钱呀？肯定想啊。来，我这里有这个鲁班锁，2分钟之内解开，我就给你奖励20块钱。你看这里有10个，如果你全部解开了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挣200哦。万一我一个都没解开呢？也没事，没解开我也不会说你，我也不罚你。行。等一下，但是你解开一个一次要5块钱。那你要说没解开？无法呀，只是说你玩一次游戏要5块钱。你要不要嘛？这么正嘛？难道你没信心能解开它吗？没。5块。试下啦。我换张旧的。哎呀，别在意那些细节。你看这里有心形、圆形，还有这个是梯形，还有这个是菱形，好多种形状呀。这两个呢，刚才乐乐已经拼过了，我们就把它拿出来，先不拼了。这里10个，任选。这个那么难，乐乐已经拼出来了，选一个。选这个爱心吧。爱心的是吧？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把它拆了。我要记一下。你还要记呀、啊？对，跟你记我也不怕。OK， 好 ，OK， 3分钟，1、2、3，开始。能不能记一个？搞得我好紧张。这个静音是吗？对，这个弄静音。拼完了，拼完了。这不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容易呢？来，给你。哎呀，怎么？我觉得2分钟就行了。不行，三分钟。好 ，OK， 2分钟。三分钟。啊，行，三分钟啊！好，这里有2次啊。你现在你要选哪两个啊？再弄一个圆的吧。好，行，来把它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猜的时候，西西可能是把它记住了。
十四，猜的时候你把它记住了。我现在我要自己来猜，我不能让西西猜。拆开了啊！好，我们可以了吗？我们开始计时了啊！刚刚刚刚是哪一个四来着？那我可不管。啊哈，我还要取消。你没有取消了，你刚才出。不行不行，你刚才钱已经给了，我现在三分钟计时开始。怎么弄啊？应该是这样放的。嗯？这样。哦？嗯？怎么那么容易吗？好像对了，好像不对。想想我这块好像是。啊？不对，哎哎，中间。哎哎差不多可以了耶，不对啊，中间洞怎么堵住了？哦，看似可以，其实还是不可以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，我又想放弃了。放弃也可以，五块钱就没有了啊。哎，怎么口？还有十五秒，三、二、一。OK， 时间到。好了，好、啊，你刚才给了我十块钱，你还有一次，来，你选哪一个？我感觉结构的差不多，刚才乐乐都已经知道了，他都说结构的差不多的，你还没没有啊？你看这个爱心那么大的区别，赶紧先把它拆了。先长条就不用看了。喂喂喂喂喂喂，你不可以边拆边研究呀。哎呀，这样子你猜的话，我也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好吧？也行，一分钟时间把它猜好。看了西西刚才的表现，我相信给他一分钟时间来猜，他应该也拼不会。猜吧，给你一分钟，给西西一分钟的猜的时间，他疯狂的在研究啊。猜好了吗？一分钟时间到 ，OK OK OK， 可以了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一分钟时间到，可以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拼了啊。好，三分钟开始。我感觉这次应该可以拼回去。不会吧？哎哎，插不回去了。不会吧？我看看看。哦，给他研究一下，就半分钟时间，他就拼好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次不能给你研究，不能研究，不能。就三十秒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必须马上猜。我刚刚都没猜，那还玩不玩？来，还玩三十秒，三十秒研究三十秒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来来来，两次，嗯，再来两次啊。那我就要一个正方形，一个梯形。好好好，只有三十秒啊！好，三十秒猜的时间，赶紧。嗯，好好好好，三十秒到了，好，三分钟开始计时。什么感觉？又掉进你们坑里面去了。哎，这有点感觉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对 ，OK， 好奇，又是半分钟不到又，哎，真是太坑了。再来一下这个、哎。好了，这个你不能再三十秒了，这个没有三十秒了。稍等，稍等，你先背过去，我猜给你，我猜给你。啊，来。我已经猜好给你了啊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拼了。好，三分钟计时开始了。不会了吧？哼，就不要你研究。嗯？啊？怎么又给你？怎么还有两分钟啊？才过去了一分钟。啊？只有一个？有点像，但是拼不上。他顺序错了，你顺序错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可能顺序错了。对，顺序错了。但是还有十二秒，加油，加油！五秒，四、三、二，等一下，再给我几秒钟。一，拼好，时间到，就差一秒。你把它赢回来嘛！来来来，啊、来来来，再给你选两个。啊、这个真的，啊。就差一点点啊、哦！啊，是，怎么样？要选哪两个？这个海盗桶，还有这个。
不知道怎么表达形状的。这个吧是啥形状？还有这个是海盗桶。嗯，好好好，嗯，就挑这两个。来，我把它打乱。思思啊，一直在可惜那几秒钟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搞好了，拆好了。好，给你。好了，不要再可惜了，等一下又把它挣回来一样的。来，嗯，准备开始计时。我不知道形状，我还是怎么拼来的？一样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拼，我都不知道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已经过去了一分钟。哎，我刚刚怎么拼来着？刚刚有一点点形状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时间到，好了，你的五块钱啊，又归我了。还有，不怕，还有个海盗桶。好，现在开始计时。哎，白了白了白了，时间到。嗯，没事没事，你还有赢回来的机会，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我这里还有三个，嗯，还有三个，你还可以再赢回来。如果这三个你都拆好了，那就可以挣60块钱，对吧？那你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惨。哎呀，你要有点理想嘛。两个没有拼好了。来来来来，再拿15块钱来，这三个跟你拼完的。给我10秒，猜十秒，猜十秒是吧？我非常有信心，给你十秒也没事。走到开大一点，你就等十秒，来15块钱。15秒，那多5秒也行，你给我20，三个20，我就给你。每个多5秒，就15秒，猜15秒怎么样？多10秒。你怎么多寸进尺的？不可以这样子的。20，没有的。20啊，成交成交！哎呦，不跟你啰嗦了哈。20块钱啊，三个，要暂时给他，要给 CC 猜20秒。好，现在开始计时。掉了一块。嗯。游戏了这一个。啊？给你研究个20秒，这么快？只要我不慌。不会吧？20秒钟你就比他了？这个咋回事？咋回事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说了就不行。不玩了，可以吗？不要这么嚣张！不要这么嚣张！我要把你赚亏本。不是，我就给西西研究20秒，这20秒的时间作用这么大吗？我就不相信。好消息。不是，不怕，先定先定，我觉得他后面两个应该是拼不好的啊。来，准备啊，到3分钟，开始计时。不会吧。OK。不会吧？这两个其实结构是一样的，只是不要说了，别说了，烦死了！别说了，真是，哎，好，20就20吧，真的是气人！快点给我！完了，我忘记第一个是哪个了。西西，要不这个赌大一点？怎么赌？要是你拼好了，我给你50；要是你没有拼到，你也给我50，怎么样？来不来嘛？快点来！好，看到没有？我能不能回本，我就靠这把了啊！回不了本。开始算一下啦，一共有10个，要西西这里有3个没有拼好的，然后这一个呢就是还差几秒就拼好，有4个没有拼好，所以他真正挑战成功的就6个，前面这3个呢就每个20，只有一个就是50，
所以西西赢了我150，然后他成本呢就是给了我55块钱，然后西西这里就挣了我95，乐乐又挣了我30块，我今天真是血亏125。唉，不行不行，下次我再挣回来。西西，下次我再给你找挑战啊，让你又挣钱啊，我一定要挣回来，一定要挣回来，这次。